对，荧幕，对，我刚才想尽量应该够吧，可以，我岌岌可危，但是应该如果资料不够的话，应该可以救一下，有他们有，可以可以。Hello， 晚安。哇，我们俩开场好红啊，真的真的，整个红红，很有那个节庆感，新年的感觉，新年的感觉，这么快吗？已经快了，快了，已经十二月了。今年过年很早，对，一月中后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而且今年过年超级无敌长的。Hello， 嗨，晚安，晚安。太这个是开运，我们今天的开场就是一个开运的一个主题，知道吗？红色多好看啊，好喜气哦！真的，今天的新品超级无敌多，真的。我有看了一下那个 rundown， 哇，好新品，超厉害，很温暖，对，很温暖。今天穿新品给大家看，是的，对吧？这、就是最新的，对不对？今天全部都是最新的，对，最新。而且我看好像是不是有些限量啊？是我看错了吗？应该说今年秋冬的商品都有限，所以就是现在很快抢、哦，因为像上一次的 Y2K 全部就是都快卖完了，就是卖完了，对，不会再回家，几乎都卖完了，对，我也补货了。幸好我有抢到一个那个挖贝的洋装，上次那个送我的背心真的是我连我朋友要买他都买不到，我说那你就是太慢了，没有办法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一定要看完直播就赶快下订单。因为我们直播的时候呢，刚好就是新品上架，对，然后边逛，对，然后又有优惠。我们这次那个 Bratup 有什么优惠呢？新品的话都是就是全款第二件七折，第二件七折，很便宜，超级，明明就是新品上架，怎么那么对折扣这么多啊？对，有人刚刚说圣诞节可以穿，可以100分，这都圣诞节啊，然后过年都是可以穿的。买一件过两个节，而且交换礼物会有什么？会有 dress code， 一定会有红色，不可能没有。对，没错，红色给他买起来，买起来，买起来。现在有两个红可以给大家选择。对，你是想要一些比较那种霸气一点的，像这样子高领，嗯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小姐姐的感觉。这边对，这边有点微辣了，对，也是有点微辣了，就可以把它外套穿起来。哎，但是我就那我们介绍一下身高体重。哦，好，不好意思被 Q 回来了，我来圣诞节。我是165公分，然后52公斤。对，然后我是166，然后50这样子。那我的那个上身的话，我都是穿 S， 你呢？我也是穿 S， 我下身是穿 M， 我的这边比较宽一点点，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如果你们今天是比较类似弧形身材的话，可以看我穿。我也是大部分 S， 但是有些的话会穿 S 这样子。嗯，好喽，好了，那我们赶快开始好了。好，应该大家都进来了。我穿红很适合，超喜欢红色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谁会先去换衣服？好，那今天先介绍我先。好，好，我们今天这个 bra 号是那个里面有衬垫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，因为我没有穿过，我衣柜里面没有任何一件有这种长袖，对，长袖，然后里面竟然有 bra， 它是发热衣，对不对？对，最好看的发热衣，因为你们对最辣的发热衣，最辣的发热衣。就是你们以前哦，应该说我以前是这样，我穿发热衣在里面，我其实我有点抗拒穿发热衣，因为我觉得发热衣很丑，也是，对，然后又露出来很丑，很烦，对，然后就是干脆不要穿，然后你就会很冷很冷，对对，但现在没有这个问题，现在这个温帅直接帮你做好，很好看，而且还可以直接外穿，嗯，我现在这样就是一套就可以出门，而且我发现你这是短版的耶，对，你这是中间有点小辣辣、哦，对，如果你今天还想要外面套一件，它今天也不会。就是露出来，对，还可以露到腰，嗯，超好看，比例就会看起来更好，对，然后它的弹性非常好，好看，它的这个面料是那种很滑顺、亲肤的材质，对，就是轻磨毛的面料，轻磨毛的，对，看一下背面，然后我们的发热衣都有一个远红外线的专利吊，对，我有看到那个东西，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，听起来很厉害，对，热到你已经开始，我这边开始了，对，开始冒了，开始冒汗。那这个这一款的颜色除了红色，哇，绿色，还有一个黑色，孔雀蓝，还是孔雀绿？尼罗河蓝，哦，尼罗河蓝，很好看，哎，这个蓝很高级，哎，这两个颜色，发热衣没有吧？对，不可能，对啊，还有黑色，哦，还有黑色，好了，黑色是一定要的，基本款宝宝，对，可是我觉得黑色这样子单穿配一个像这样皮裤或是也很好，黑白色都很好看，对，很帅，因为发热衣最烦的就是它会长到，就是你知道会到这边，对，然后你还要塞进去，然后如果你今天外面穿一个短版的，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常穿短版，然后你又露出来，你也不知道塞到哪里去，对，就很尴尬，对，然后像这个的话就是做短的，然
色，我觉得还蛮难选的耶。非常翻页类给大家看，我的发热衣就是哦，对，叶片手上是做双面的发热面料，所以它的温感会更保暖。哎，而且我现在现场摸到，其实它本人不是那种很厚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因为有一些发热衣它真的很厚，然后会让你很不舒服。对，你穿起来你就会觉得有点太闷了。对对 对，然后搭配衣服你也会觉得好像整个人变得太重这样子。这款其实摸起来还算是薄款的哦，整个很修身，它这边对很服帖。这个里面这个要拉给你看，一定要拉给你看。背心是，对，里面是长的，哎，好酷哦！而且它非常好穿脱。嗯，它里面是这样的哦，哎，它真的是很实哎，你们看一下，它是一整件的背心，超有安全感。对，它就这样胸部就可以固定的住，不容易跑。而且我现在穿在里面的那种包覆感是非常好，我现在里面完全没有贴什么任何的new bra。对，看一下，就是胸型非常好看。这一款的胸垫是这一个双芯提波，双芯提波，我们家的双芯提波超厉害的，你看它上面的这一个很强哎、欸，用摸就知道，用摸就知道，然后它就是这样子，这样整 QQ 弹弹的，然后有厚度。对，重点是我觉得穿这么贴身的、啊，有时候你穿一般的内衣好，反而还会压胸。对，对，就是上胸会扁掉，但是你看那个倩倩是没有那种束缚感，对，然后上面是很挺的，对，上面看一下侧面。就它的胸型是这样，让你很自然，不是因为有些胸垫让你看起来，哦，那就是胸垫那一块在那边，对，就太凸了一整块。这个完全就是一体成型，它虽然它是里面是分离式，可是你穿起来也不会有痕迹，它完全就是，哎、嗯、哎，这是我的戒指吗？对，滚久了。谢谢啊。对哦，这几个颜色。那胸垫跟大家补充一下、哦，它 S 到 M 号是27mm。是帮你加大它的厚度，那 L 到 XL 就是比较大胸的尺寸的话是 15mm， 对，是15的，就是我们家每次都会很贴心附两个胸垫给你们，像我的话就是小胸嘛，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超爱他们家的27，基本上是不会拆掉的。但如果你们是，比如说你们可能哪一天你不想要这么集中度这么高，对，你还可以换成15的这样子。然后大胸的话就直接帮你们准备15的，所以不用怕说会不会看起来胸部太大很紧这样子。我跟大家补充一下，这一款那个面料是用快热纱，它是对火山岩高强度的蓄热力，所以我现在真的非常热，就是我们这一方其实有开冷气，但对对，其实。哎，我手是冰的，可是我这边超烫，我这边超烫。对，我现在已经开始火起来。他手真的是冰的。对，因为我刚刚从外面这样喷进来。有 Cindy 说这件居然有 bra， 对，没错，我们家就是最强，就是每一件都要给你们来个 bra， 对，你基本上不用穿内衣。连洋装，有一些洋装看起来像露背的那种，我们一定就是一定会提你 bra， 他们家的完全不用。对，没错，非常贴心的设计，很方便啦，很方便哦。好。然后就是两款有发热的 bra 上衣，那林倩这边的话就是短款长袖，那佳琪身上的也是发热的，那它就是属于比较 bra 型的，就是细肩带。对，我就是 bra top。如果你们是想说冬天，对，你们可能还是想要像这种细肩带，或者是你们里面不想要穿到那么多中南部或什么的，那你们就可以选这一款，因为我觉得现在近几年。就是很厉害，是有做这种细肩带，不用整件手也要。对，因为你今天如果还想要外面穿一个短袖，你不想要那么细，就是不想露出那么多锁骨或者是肩膀。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很方便，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去外面 party， 你知道 party 你穿这个，你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太多了，太正式，你想要再露一点东西出来的话，那你就可以选这一款，然后又本身帮你们做发热就很棒。这冬天我每次都会囤个就是好几件，这个要包色吧？而且人家里面是肩带可拆的。对，这很惨哦，也可以搭。哎，平口会更辣。就今天，如果你今天是一个，就是可能吃个晚餐可以这样约会。对。然后我今天晚上又要去个什么夜店哦，我拿掉一点给你们参考一下。而且这拿掉之后是有点类似马甲的那种感觉，它有点新鲜。对，这上面是有点尖尖的，所以你们如果是这边有点小副乳有没有、嗯？它其实这个地方也可以帮你包覆，往里面拨这样子把它包住，然后前面看起来就觉得哎很圆的感觉，这边又看起来窄窄的。我觉得这一款的那个什么版型很好看哎、欸，而且因为它加上它有弹性，所以它会很集中，它不会说没有肩带，然后就可能垮下去，就是它没有支撑力。它这个是非常有支撑，因为它的布料是有那种厚度的。对，没错哦。然后加一副超好的，拆零半给你看。好，我来换。好，那我来给你们看示范，因为它有三穿，一个就是你刚刚
当这个带的那种、这是一穿，然后就是最基本的啦。我们可能平常吃饭呐、或者是出门，我们就是这样子穿。但是呢，你们其实也可以就是拔掉嘛，变成那个第二穿是对，我把它稍微拉掉给你们看。我很小心翼翼，我很怕我自己不小心整个就拉下来，这样子是当马甲的这种感觉。其实我超爱穿像这种就是马甲，拿一个那个马甲给它比一下，就可以把它当做内衣。对，因为今年真的很流行穿这种类似马甲的概念。可是你知道，有时候穿马甲的东西，你真的要去挑它。它如果平常不是做像这种就是 bra 的店家的时候，很容易穿起来很松，你知道吗？但你知道我们家 Webshine 就是一直来都是做就是 bra top 很强的，所以你们是可以放心购买。那这是第二穿，那第三穿的话就是后面可以交叉嘛，对对。那我把它那个弄给你们看吗？我换第三穿给你们看喽。那个麻花的织纹非常明显，对，很可爱。而且这次那个帮
你们选到就是抗起球的面料，所以你们在穿这件针织的时候就不用怕说，哎，会不会容易起毛球啊什么的，不会，我帮你们特别选过的。然后颜色的话呢，哇，好可爱，还有这个色，哎，这个是那种紫罗兰的颜色，对，丁香的丁香，对，饱和度比较低，对，看起来超级温柔。而且这件现在打完折623，超便宜，那可以包色，对啊，这个价钱可以包色。而且这个针织短裤有帮你们做口袋哦，很少针织短裤都是没有做口袋的，对，而且它是松紧的，因为其实我不太能穿那种就是太紧合身的，然后这种松紧就会让我觉得很舒服，就是非常友善，对，对我非常友善。而且这件针织裤我觉得版型做的也很好，因为它有收腰的感觉。对，然后这个地方它也会变得蓬蓬的，就有一个 A 小小的 A 字，它的口袋有修饰好，不然很多都会让你旁边就是炸开这样子。好，那我再去换喽。好，那有粉丝问芊芊上身穿什么尺寸？我上身是 S 号，对，我上身是 S， 然后下身是 A， 我这件是 M 号。哦，现在是 L， 但是我穿 M， 因为我现在穿有点大。对，我们现场没有那个我的尺寸，但是我是穿 M， 可以，因为它只差一点点。来跟大家报一下价格，那个两款的861都是原价999，然后现在有第二件70，第二件打完折都是693。693，全部都是693，是吗？那个你的长袖是打完折693。打完折693。背心是打完折623。哦，哎，长袖才600。超级耶，还发热。对，来，我来穿这个米白色给大家看。刚有这个有四个颜色嘛，然后今天都有第二件七折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样子，然后背面，然后它一样是短版。哎，我刚没见我下身，这次有很多就是皮质的，就是下身，就是不管是有裙子还是长裙，现在我穿的这个是短裙，而且它是百褶。对，百褶，然后它是裤裙哦，因为通常。这种我买很多的这种类似皮裙的东西都没有做内里，然后你就是可能又要再多穿一件，他们非常贴心，他们都直接做好，而且它旁边是这个，哎，它是拉链设计，它不是那种，因为 PU 它是 PU 吗？它算 PU 吗？它的皮质不是，它是那种软软的那种，很有质感的那种皮质，是哑光皮哦，哑光皮，对，而且它是那种。挺的，因为我有买过，就是那种扁扁的，然后你可能只要一碰到它，它就有那个皱褶。它这个完全是让你挺挺的，然后这个是 A 字的裙子，然后你们看它做这个伞状的裙子，我最喜欢穿这种伞状，我不太喜欢穿太贴身，因为它会让你看起来怎么讲？我的大腿不算是细的，因为我屁股很大，所以它连接大腿是蛮宽的，所以我一定要穿这种伞状的修饰，所以。如果你们想要看起来腿更细的话，就是要穿这种 A 字的，就是那种可以修饰假胯。对对对，就是这边，它不会，它让你很就是收腰，然后这边看起来又有这个细细的腿的感觉。然后我们的小短裤有附那个小短裙里面有附小短裤，就比较不会走光。我刚刚给大家看，我刚刚掀起来给大家看，它那么长，非常的安全。它不是坐在那种屁股在那边，所以它非常的安全。这件很适合你。对啊，这个就是我的衣服，就是你的。粉丝问说你会收长的裙子还是短的？我会收短的，因为我很喜欢穿长靴跟短靴。我现在穿的是短靴，然后我平常也是有很多那种过膝靴跟及膝的靴子都可以配，因为你们知道我就是辣妹，辣妹型。所以长裙就是可能就是，如果你是要跟什么对方家长吃饭的话，就可以选长裙。如果你今天真的很怕冷的话，你就选长裙，因为皮质的东西非常防风，防风，超级防风。然后对，讲到防风，这边还有件外套，给大家看，这次的皮都很好看，然后这样一套更帅。这件是 oversize。它有点这个落肩，对，它这边有垫肩，然后它这边有点一点点小落肩的感觉，它看起来有一种男友风的这种，然后它的 size 大概在我的屁股这边，所以如果你今天穿长靴，然后如果你今天里面也是 bra top 的话，你们穿长靴就会很帅，黑长靴，所以走一个下衣时装，对。那补充一下，小短裙原价是890。然后现在活动价，因为我们第二件会打
7折，所以是623块，其实折蛮多的，已经折到差不多200多左右了。折200多左右？哎，我不用那个吗？置顶那个吗？我不用置顶。我也没有置顶。没有没有，他那个在那个描述那边上面。哦，好好好，看到，好，可以。然后上身的那个 bra 都有 XS 到 XL。上身的 bra 都有 XS 到 XL， 所以如果是你是小胸跟大胸完全可以，然后还有附两种垫子，大胸款没有附，小胸款有附。长袖有附吗？长袖有附吗？全部都有附，全部都有附 ，mm 的，就是等于15跟27啦，都会有附一个薄的，对对对，换，而且最好就是不用再另外穿内衣。对，真的发热，我真的在流汗。我刚刚以为我再拉一下，我刚才穿反，然后我脱掉之后我就大爆汗。这件真的很保暖，而且我们这件已经，我们是有开冷气，对，有冷气的，而且还蛮凉的其实。而且倩倩上身其实是浅色，但其实在强光下其实没有很看得出来她胸垫的形状。对，哎，这个以前是重点，因为很多的胸垫都是给我白白一块在那边，浅色很容易看起来更明显。对，来看一下，但是这一款完全不会，它里面的胸垫其实是做成背心式，偷偷掀起来。哦，对，因为这样就有两层啦，就是有两层的面料去帮你挡了，所以基本上是不会透胸垫的。我觉得很贴心哎，超级。所以我们一样都还是会有松紧的部分，可以帮你把胸部撑住。对，它有一种脱胸，就是有点还是有点集中脱高，然后会让背心可以给你们看，很好看，也没差了。它里面就是这样子一个像这样子的背心式的这种概念，这是同色，同色。你看里面就是一个这样正常的背心，贴心，很厉害。我们的外套是同款，我们的外套不同款，不同款吗？不同款，只是都是我们这一次的风格，更短，这是更短。我的是那种比较可爱一点点的。对，如果你是想要走这种小清新路线的话，你就可以选这一款，很有气质。所以这款是这样比较甜美风的。那如果你是要走一个御姐帅帅的，你就是那种名媛名媛的那种小姐姐，对，就是某某那种。对，然后我今天是那种帅气帅气霸气总裁的那种感觉。对，那个那种在那种有点像 Prada 风的那种总裁CEO 的感觉。好，好，两款。好，那我脱掉了，我给你们看那个我身上的黑色款。我很喜欢黑色，哎，我觉得黑色看起来好高级哦，很像那种拍那种很贵的保养品会穿的衣服。而且它这一款的话呢，跟大家讲，它是短版的嘛。我现在穿黑色的短版，我觉得单穿搭一个皮短裤超好看。我觉得你穿这样去跑趴完全 OK 哎。然后人家问说，哎，你的上身你穿这样不冷啊？他就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是发热衣。代表最好。对，然后就想说，发热衣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款式？也太厉害了吧！我跟你讲，它的这个短真的是短的刚刚好，因为有一些它短到就是这个地方的，真的会让你觉得很尴尬。而且它这种短到这个地方，你真的不知道怎么穿内衣。像有些这种短版的，它做的像这个长度的话，你穿内衣的话，你手举起来它是不是就飞出来了？所以我们这一款的话呢，就是长度刚好之外，里面又直接帮你们做 bra 了，所以你们里面就不用再穿内衣。然后你们搭配像这样子的短裤的时候，比例就会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。这个是黑色，黑色真的有够瘦。如果你们是想要找那种显瘦的，然后冬天可以直接穿的百搭款的话，那黑色基本上是不会错的。而且黑色的这个地方看起来手臂瘦到一个不行。那我的下半身是之前的皮短裤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就这个是搭配我们上一次的皮短裤，然后我记得上次好像也是搭那个皮的那个外套给你们看过了。然后这个皮裤的话呢，还有黑色的。如果你想要整个都是帅气一点的路线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全身黑。其实这样子也蛮好看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一套的全黑款。而且这个最好看的真的就是它是做露半截式的，这是露半截式的，所以整个人的比例就很好看很多。因为你如果是这样子，然后都没有腰的话，其实你整个看起来就会欧露露一整块。那这样露一点点肚子的话，其实是很好看的。然后背后是像这样子，然后我觉得黑色很美。我本来觉得黑色可能是最普通的、最无聊的，可是这个黑色真的很漂亮。而且我们这次的发热的高领啊，没有发现它是做比较偏维立领的设计。就是它不是那种像一般的发热衣，它可能会做到这个地方，对，是掖着的那一种。然后像我脖子没有到那么长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穿像这种的发热衣，我觉得看起来怎么脸会变得很胖。那像这一款的话，我觉得它就是小立领刚刚好，可以把你们的脖子保暖，可是呢，它又不会让你的脖子的比例不见这样子。就是侧面也好看，穿这样然后搭个牛仔裤就非常好看，真的很好看
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们真的可以包起来。然后现在是第二件七折嘛？对，对，现在是第二件七折。我再给你们看一次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发热上衣的颜色，再给你们看一次我们的颜色，有黑色，然后米杏色，有偏米杏色的，然后还有尼罗河蓝，尼罗河蓝跟红色，跟红色，就是总共这四个颜色都还蛮特别。但我自己个人觉得，就是最百搭的就是黑色跟杏色，黑色跟杏色。我现在穿的是第二色号，哦好，红色来的，那个第三个颜色，尼罗河蓝。嗯，刚进来吗？嗨 ，hello， 我们在介绍我们这次的发热系列，地表最好，会热，地表最好，我这个头都冒汗。对，然后上面有副 bra 的，然后这是第三个颜色，黑色、蓝色这样。总共有四个颜色，对，总共四个颜色。好，那我再去换下一个。好，来，再给大家看一次它的那个短版效果。然后，哎，这件裤子我有买，这件裤子我有买，大家我的清单。超显腿长。对，它是一种，就是有点小，这边有点小小收腿，就是有点微微喇叭，但是它不是那种很紧身的那种。然后它的下摆是做的阔腿裤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近看给，就是。我走近给大家看，这边有那种针织的绑带，它这边是螺纹，然后它这个绑带是针织的，有点设计感。它不是那种无聊的裤子哦，它是那种有设计感的裤子，就是有小细节，我就会被这种小细节打动。然后如果刚进来的朋友，大家看到这个尼罗河蓝，蓝色，对我刚第一次穿，对蓝色，这而且这个蓝，我很喜欢他们家这种尼罗河蓝，就是它只要有他们家这种。特调的颜色，泳衣我也有买，然后现在变成发热衣，我也想要买。没这么独家的，对对，只有它对特调的颜色，只有 Wave Shine 的蓝这么好看，而且它这个蓝是有点高级的，那种饱和度没有到很深的那种，因为很深会让你看起来冬天看起来很重，但是它这个穿起来，应该我肤色是蛮黑的吧，对不对？我算小麦肌偏蛮黑的吧。对对，蛮黑的吧？因为就是大家说，哎、欸，你怎么晒成这样？是健康。对，可是它看起来不会让你更暗沉，它会让你发亮。你们现在看我这样，因为有一些女生会害怕穿蓝色，但是完全不用怕，我的小麦肌都可以驾驭，所以你们一定可以。好好看，像简单的、啊，超好看，看然后时髦。这个项链我刚刚没介绍到，对，项链跟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这个我朋友也全部人都买一轮。这个是好看，现在很多字母都缺货。对对对对，我自己也有一个，大家应该有看到，穿粉红色那一套。然后它这个小扣，这小吊饰是可以拿下来，就是你可以换位置，或是你只想要闪电，或者你想要一个字母，也想那种很多那种字母项链都非常烧。然后如果你只想要那种单个的，也会很好看。你今天觉得很多的话，你就拆一个。如果你今天想要那种。叠带的感觉，两个一在一起很好看。金饰的分量很够，其实蛮散的。哎、欸，对，它是不是厚度18K？ 18K， 哎、欸，是不是跟我这个是？对，跟你就是哦，厚度是那种18K 金，所以它是可以搭这样子同色系的。全身如果是深色系的话，要搭这种金色的才会比较亮，整个人会亮起来。对，我现在已经流汗到不行，怎么会这样？但是冬天有时候穿发热衣都很怕说穿得很烫。对，对，我们家发热衣穿很瘦，它是大家可以看到手臂，合身的，很修又很。修很修很修之修修中之修，一个是台语的很修又很修，双关的意思。来衣，尼罗河蓝的背心款，红色系，有两色系，有这两个版型可以选。对，没错，高领跟背心。其实它两个不同系列的颜色有稍微差那么一点点，但是不明显。嗯可是我觉得这两个蓝色都好显白、啊。对，哦，就是你整个肤色小麦是它是偏白的，对，看起来都很亮，看起来都很亮。哎、欸，蓝色还不错哎、欸，我觉得蓝色有高级感，是蓝色很耐看。对，蓝色很耐看，好像就不限于那个季节啦。如果你真的不想要黑白太无聊的话，选一个蓝色。蓝色好像春天的时候也可以继续穿，蛮好看的。
来两个月，这也是可以，就是一路一直穿到过年去。哎，我四季都可以穿，四季都可以穿，对啊，对，我就是在外面加外套就好了，但是再加一件毛衣就可以了。其实过完年那时候很冷哎、欸，对，因为今年过年太早了、啊嗯，然后过完年那时候通常都没有衣服，因为厂商都休息。对啊，可是那时候才是台湾最冷的时候，对啊，因为六月那时候才是最冷的、啊。现在买真的很好，原价到900跟800，好像两层都只要600多块。没错，600多块吗？对啊，很便宜了。可是我刚才吓到，长袖也只要600多块，对，非常划算。不买吗？会不会是有最近有没有人要出国？就是一定要买啊？哦，对，我要去日本，日本感觉超冷，超冷。我现在已经看到有人说在那边好冷，然后我想说台湾这样哎、欸，我想说没有差远，结果我觉得我应该要准备好。赶快买起来。好，我本来也要去北海道下礼拜，结果呢迟迟不下雪，还在冷雪，超夸张的。你知道真的是今年真的冷得慢，很夸张，明明就11月一副好像就是要你知道大冬天来袭，然后就后面两个礼拜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样大家就一直在观望观望，一直在观望。但下礼拜就要14度，对，下礼拜就14度，哎、嗯，这礼拜就十四度，这礼拜你不是说这礼拜吗？这礼拜21度，哦，这礼拜21度，下礼拜14度。然后现在买，然后到货就天气就变冷，就刚刚好了，就刚刚好了。或者是你们真的在观望，或者你们中南部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这种细肩的啦，因为我自己的话也是觉得这种细肩的更实穿一点点。对，如果你怕说没有冷的那么快的话，你也可以选这种。像你们里面如果有一些啊，外面有一些这种比较合一点点的针织毛衣，有没有？就有一些你们这种针织毛衣，你们想要穿，可是你们又觉得好像太冷了，太单薄，那你们里面就可以加一个像这种，就是有点类似比较偏 bra 的这种感觉。那你家里面其实那个保暖度还是有差，而且我们这次用的那个面料是很夸张的，我刚看到那个吊牌，我吓到，那个火山什么？火山岩，火山岩超级蓄热，是其实你们收到的时候它是长这样子的，快热沙，它现在是反过来，它是快热沙，有专利的，有专利的哦，有帮你们就是。有帮你们特别选过的，所以它虽然是背心，但是保暖度还是很好的。那你们如果穿这种比较合身的话，其实这种背心就一定要买起来，一定要买起来。好啦，那这个是蓝色哦，我把它脱掉给你们看一下好了。我觉得平常的话，现在应该是搭配的，这件很适合这样穿。对啊，我这样一整套好像就出门蛮刚好的，就穿一个长裤，晚上会冷的话就披一个小外套。然后它后面的话就是像这样子，这款一样是可以三穿的哦，就是背心一样都可以三穿，它是有这样子。细肩带，然后也可以穿马甲，也可以穿马甲，然后也可以变成有点绕颈式的，都是 OK 的。然后我的针织外套呢，也是我们这一次的新品。这个新品的话，它是一个 set 组，它是一个 set 一套的，对，它是一套的。然后我觉得这件外套它超可爱的，因为它的领子的地方它是做这样子，有点圆圆尖尖的感觉。然后你们里面如果是搭像这样子 bra top 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就会被修饰的蛮漂亮的，因为有些女生是这个地方比较厚一点点嘛。那你穿这件外套的时候，其实远远看它这个地方是可以被修饰的，真的很可爱，真的可爱。这个推大家，它是那个兔毛包心纱，哦，它是包心纱的料子，非常柔软，然后它上面是有点这样子带毛毛的那种感觉的，所以它穿起来的感觉，我觉得好像是更有点楚楚可怜风，对，因为它的有点小小纯欲感，对对对，因为它的毛毛是还蛮明显的那一种，而且这一次又是帮你们做全白的，就是这种比较很温柔，很比较偏这种真的是白色的这种感觉，比较不是奶白的，然后它是这样子一组的，就它里面是有配一个背心，然后跟一个小外套，那如果你要一整套一个裤子，对，如果你要一整套打包的话，就白裤，好看，刚刚的那个针织白短裤，超可爱。超好看，这么可爱，然后还可以搭那个什么，下面今天不是超多毛毛拖的吗？对，毛毛拖超可爱，对，就可以搭一个毛毛拖，或是毛毛袜，对，毛毛袜。然后它的这个上面的背心的话是像这样子，对，麻花的，你很明显。那等一下都穿给大家看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再换哦。还有另外一色可以看一下，这个 set 组还有另外一个，这个绿色，这个等一下你就穿，这个也可以穿白色裤子，刚刚那个白色裤子也可以搭。对，你们都可以交换去搭的，很可爱。今年很多绿色哎。好，那我再去换另外一套。哎，你好华丽哦！对，华丽风。我刚想说，哦，我终于变成细肩带了，结果这个更保暖，对，这个更保暖。哎，就先给大家看那个背心。背心吗？好，我先给大家看背心。
来，我终于穿到细肩带了，我穿示范一下细肩带给大家看。然后里面一样有 full bra， 然后也是那种，里面也是有那种包覆型的，来拉下来给大家看，是这样子。它非常的集中，它真的是夏威的那个弹性织带是非常紧。对，它这个是非常紧的，因为我常常穿到里面，它就是它只塞一个圆圆的薄薄垫，大家应该都有买过那种圆圆的，看着两圈圈。它是对，但是我们是一体成型之外呢，它也不是把就是垫子塞进去而已，它是还有在做一层类似背心的在里面，完全超级包覆，然后又集中，但是它不会让你看起来怎么讲很挤肉，对，它看起来像自然的胸型，完全里面。其实我穿那个 bra top 还里面有时候还会再加 new bra， 看起来效果才会真的好。但是他们家完全不用，完全加，他们家的真的超厉害。因为健康肤色很适合这个。对，我刚刚觉得这也是非常欧美，对，有点像那种 Kim Kardashian 最喜欢穿的那种颜色，就是淡淡的那种米杏色。然后也看一下，我们这个裤子比刚刚那个更修身，它是更贴身一点，可是它不紧哦。它是那种也是很有弹性的，我可以拉给大家看，非常有弹性的那种针织长裤。这个垫给大家看它的厚度，哦，好，就知道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厚度是这样子，它非常的饱满，很扎实。对，所以小胸真的是要选这个。可以比较一下，你看大胸就是薄度就是大胸的这边落差蛮多。侧面一下，哦，这边看出来这个厚度有没有？它这边要更多一点。所以大胸也不要害怕，选他们就对了。就是他会有一个非常包覆感觉，因为有一些大胸的女生，我知道，就是因为我是朋友胸很大，可是他们的胸型不是这么的集中，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这种胸垫来让他们归位，对对，让他们归位，校正回归，让他们解腻。对，就所以我们穿衣服呢，就是要来修饰跟加为我们的身材加分，对。而且我们这件其实不是那种白色，它是比较米杏色，米杏色，它不是那种纯白，所以又更欧美，超好看的。然后裤子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的那个裤中间这边有一个开叉，会让你更显腿长，因为可以露出一点点小，就是脚踝的部分。然后你今天穿短靴或是这种凉鞋、高跟鞋都可以。这个外套。很好看的、欸、一红色系，对啊，超舒服，沙色一整套，沙色一整套，好美，非常温柔，有点像小驯鹿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驯鹿的感觉、啊，圣诞节跟圣诞，圣诞节，哎，刚刚这个如果再配刚刚那个针织短裤，然后如果配个靴子也可以，也可以，所以你们可以全部都带回去，然后你们会有那种加倍的穿法，多种穿法，对我们这次的单品其实都还蛮好当的吧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小细节，它这边有这个麂皮拼接，对，来小细节，它不是只有这种大立领而已，它是有小细节的这个小点缀，哎、欸，它是不是可以再拉起来然后再缝起来，对不对？你要真的很怕冷的是可以整个，但我觉得这样超帅的哎、欸，这样就可以变成一个造型，但是它是有功能性的，它不是只是放在那边。来，我拉起来给大家看，可以取代你们的那个围巾，就不用戴围巾了。它毛料是舒适，而且就是不刺肤的那一种，对，完全不扎。对，拉起来给你看，拉到最上面，这样子，它拉起来是这样子。哦，它这样领子完全收起来，然后脖子还可以再对扣。它这个是这样子立起来嘛，然后可以变成这样子。我大概拉一下给大家看。哦，这样超可爱的，这样超可爱的，还很保暖。这去日本超适合。对。如果戴个毛帽会更可爱，里面再穿发热，对，就不会冷。拉起来是这样子，嗯，你就不用再多戴个毛巾，然后不是毛巾，对不起，围巾，围巾，戴个毛巾是夏天吧？挂在这边，围巾，对。而且有时候围巾会放到不见，我们这个有自带一个保暖的小围巾。其实今天打完折落差更大，原价2490，然后第二件七折是1743，这件没有2000哎、欸！天哪，折太多了吧？因为现在这款在预购，大概12月中可以出货，所以你买就是刚刚好，然后跨你一定可以穿。对，好的。这衣服你们要赶快买，你们有想要的，就是给它预购起来、嗯。对，因为它这个档期没有，就不会再增加了，不会再开了、嗯。对，之后就不会再有了。好，小口袋。先
享受。对，先买先享受。大家可以在袖口也是一圈，它是有一个怎么讲对应的，它不是因为很多这种袖子它就直接是这种包边，但是它没有做一个小细节，它这边中间跟袖口，对啊，它其实可以折，这是还有别的颜色哦。它内里是这样子，刷毛的，刷毛的，我觉得你穿起来应该觉得很保暖，热到不行，我的双，我这边都在流汗。而且瓶口美波 bra 也是发热的，对我整个是。你穿这样两件可能就可以去日本，我也觉得哎、欸，我等下就这样带回家。大家看这件里面都是有这个刷毛，整件刷，还有口袋，它连手袖都有。对，然后它折起来又更可爱，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想要毛毛球一点的感觉，这样子。然后它的口袋非常贴心，它是有拉链的，所以你要放手机什么，你可能要去搭个游乐设施，要去迪士尼什么的，你手机放在对，手机放在不会飞出来，不会飞出来，因为你有拉链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套。好，好，来下一套一个颜色，黑色。最后一个颜色，基本款黑色。其实黑色的话，好像就是衣柜里面一定要有。对啊，发热的应该还没有吧？发热的我是真的没有。像夏天的话，黑色的那个 bra top 就大概一整罐都是黑色的，各种造型的黑色。但是冬天的话，我觉得黑色也是必备啊，因为它很好搭。然后外穿的话就更不会害羞了，因为它是深色系嘛。然后很多女生其实也是黑色的忠实爱好者。然后黑色的话穿起来就没有什么问题，一定要打包带走的。而且我觉得黑色的穿马甲的就会很辣。就是你可以穿上那种就是有点偏马甲的造型，然后你穿外套的时候它这个肩带藏起来的时候就会很好看。然后我身上的这一件的话呢，一样也是 S 号的，一样也是 S 号的。那如果你觉得黑色你想要就是看起来在集中效果好一点的话，你就可以用那种绕紧式的穿法，就是把它变成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后面穿一个交叉，其实这样子搭起来就很好看。然后我现在搭的是我们上次的那个 Y2K Y2K 系列的那个裤子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这个裤子是黑色的，我好像没有穿到黑色的，有吗？我怎么记得我好像没有穿到黑色的？好像没有，没有。其实我现在整套已经蛮瘦的哦，然后其他颜色剩下少量现货。对，就是少量现货。其实我觉得黑色的很好搭，黑色的很好看，这样一整套全黑的，然后旁边两边是那种工装裤的那种造型。对，然后上次我就已经大推过这一件，因为它是那种棉质的工装裤，所以穿起来是很舒服。它不是那种沙沙的那种皮革面料，不是哦，它是不是帆布的，它是那种棉料的，所以穿起来其实跟棉裤一样舒服。然后它的腰的部分的话也不会到很紧，穿是比较宽松的那一种，后面都是有做松紧的，对，有做松紧带的。而且其实你看我们这次的那个背心的 bra top 真的不会太短。我现在这样穿的话，肚子是不会露出来的。对，所以如果你们是想要找正常的长度的话，那你就选背心的。对，然后我们的那个长袖那一款的话是比较偏微短版的这样子。然后如果有比较个性的女生喜欢穿全身黑的话，这样子很好看，然后搭配一个靴子就可以出门。而且皮外套超级防风，你们里面只要穿那个蓄热保暖的，像这种发热衣啊，然后外面把它风防起来，就是风不要过进去的话，其实保暖度就会很好了。裤子大家不要看它看起来很薄，但是因为它是蜜桃绒的面料，所以其实也是保暖。蜜桃刷毛，就它里面其实有做刷毛，有。我们上次穿的时候就有吓到，然后里面超级无敌舒服。你看它是像这样子，可以一直穿到一月。对，可以一路穿到一月的哦。这个保暖度是很够的，而且这在家穿也超舒服。第一次看到有刷毛的工装裤，真的很厉害耶！冬日限定。对啊，冬天穿也穿的。对，然后它又是棉料的，所以。就是真的很柔软，在家穿也不会不舒服的那一种，这样子，黑黑的一整套很帅。哎，你又变回 Christmas， 对，我又是一个圣诞姐姐。好，那我去换。来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哎，这个好厉害哦！我觉得他竟然露出这个锁骨，对我刚他刚刚放在那边的时候，我可能不会想到，可我穿上去我超级喜欢的。来，我今天给大家看一下，他这个长度非常的优秀。如果你今天想要就是。再穿短一点点的那种，就是你想要把它塞进去，像我这样把它藏起来，下身时对下身时钟是也可以的哦，因为我现在里面是穿那种正常的礼裙，对，如果你今天想要，就是只要这样子，然后配一个黑长靴，或像我现在这样子黑短靴都可以，这样很好看。对，但是我刚这样子有点让它把它扎起来，它又是另外一种穿法。如果你想要就是看起来腿长，
就是有点那样穿高腰的那种，然后你这样有点微微扎起来，这样也很好看。好辣、哦。对，有点这样，前短后长也是有一种层次。然后针这件的针织非常柔软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它的弹性，因为我其实我从小到大都很害怕穿针织，然后对很刺，对很刺，很扎皮肤。然后我可能妈妈要帮我穿，然后我就说不用不用。我虽然很冷啊，但是我知道毛衣很保暖，但是我绝对不会穿，我打死都不会穿。可是这种面料就是是很亲肤，对，超亲肤的包轻纱，对包轻纱，包轻纱穿起来都是舒服又保暖。然后这边它的袖子其实跟这边是不太一样的纹理，它这边是有点螺纹的，然后是非常有弹性的。因为我们的袖子都会做比较偏长一点点，就不会露出那个。对，哎、欸，其实我的手算应该算蛮长的，算长的。对，但是我穿还是到这边，而且女生我觉得女生的时候很喜欢，把手很喜欢这样子收起来。如果你们骑车也可以这样子骑，包起来，而且它是有一个就是松紧的，它不是那种。宽宽的那一种，它是非常有弹性的那种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裤子，现在这个是深咖啡色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点巧克力棕的感觉。新色，而且它是不对称的，超好看，会超显腿长。而且它的高腰是在这边，我肚脐在这边哦，它高腰在这边，所以胸真的是基本上胸以下都是腿，超好看。哎，这次的皮都好好看哦，它里面也是有红裤。哦对，里面来翻给大家看，红色的裤子。所以如果你们害怕这种穿那种皮裙，而且它其实这边是有点偏短的，它非常贴心，它已经做好短裤在里面，所以完全不怕走光，好贴心哦。然后它的皮裤还有这个，它是裤裙，然后它有黑色。如果大家就是黑色人的话，一定要买黑色。那这个颜色就是也很有质感。这个颜色超好看，对，很少皮裤会做这种颜色，对，它有点焦糖感，颜色很浅，有点偏酒红的那种棕，对对对对，红棕红棕棕色，所以搭颜色毛衣其实很好，对，它是有一点点同色系的那种层次，就不会说哦这么凶，有没有？对，黑色对比很高，这样子比较就有感觉了，有没有？比较柔一点，对，柔一点，嗯，然后上衣有三个颜色。红色，然后白色、哦、黑色，这样姐妹一人一色，刚好正半截。哎，雪人的感觉，然后就是姐妹要一人一白。对，黑色也好好看，黑色有一种很飒的感觉。黑色就是辣，很刚性，很飒。然后这个就是东西又帮你们做那个鞋尖，你就不觉得说，哎，穿这样子会不会好像太无聊？因为有时候你高领子，这样起来就觉得好像。不想穿，对，而且你会觉得很臃肿，对，你就是少露了一块。像这个多这一截之后，你的那个脖子地方就会看起来，哎，这边领还是漂亮。对，哎，高领，其实高领很忌讳，就是我穿起来就是我很害怕高领，就是会觉得，因为我脸我觉得不算小，我觉得我脸不算小，所以如果我又把脖子遮住的话，看起来脸会更大。那你是脖子长的？我脖子没有很长，因为我脖子也很短，我也不喜欢穿高领。对，可是这个我完全可以，哎，因为旁边有露一个骨头，这个就差很多。对，所以不用羡慕穿高领的女生了，这一件你们也可以驾驭，因为我的脖子真的是太短哦。而且这款的高领是做那种松软的，对，就是它不会很紧哦，因为有些高领它是真的会让你很不舒服，然后你就是会出去一整场一直拉一直拉，对，让我呼吸。但这款不会，你们这样子，它是这样松松的，但是它是非常包覆的，松松的那一种，嗯。而且我觉得这件算是很少的，像我们两个都是高个女生，对。很少那个毛衣有做到这么长，对，而且它是可以完全遮住鼻，可以，因为它这件的话是裤裙，它是前面的地方比较长，所以你才会看到前面那一截，对，然后里面的话是穿这种一般的皮短裤，其实这样子盖起来就真的看不太到下半身，嗯，好好看哦，对啊，你就可以穿这种下身失踪，这样就很辣，一件都可以出门哦，红色，哎，圣诞节大家圣诞节穿到过年，对，好好看，真的，这去朋友家打麻将好适合，对啊。必胜，现在这边写必胜。没有，我就打麻将啊，而且这袖子不会很宽，对，洗牌的时候很好洗。对，没错，我会在那边回来。有懂对不对？那宽袖，那就是撞到，就看到这牌，可以啦，这款 OK 哦。宜银浅，跑趴、朋友聚餐都很适合。哦，交换礼物也可以穿，交换礼物穿这个很可爱。天哪！对，然后这款的话，它不是那种
很厚的针织，它是细针织，可是它非常的保暖，对，它缝得很扎实，所以它风是不容易灌进去的。我觉得很 Q 哎、欸，对，我现在欣赏，我觉得超美，而且这整件红色好亮，它是那种亮红色，对，不会让你变暗一阶，因为有些饱和度太高的，你会看起来整个人就是怪怪的，对，怪怪的，但这个是会让你看起来非常有气色，真的人群之中一眼就看到，对对。马上看到你了，这个好，我来换下一套，好，我来换下一套，好，来来来，这个的话就是黑色的啊，黑色基本款，黑色你也给大家价格一下，好，价格来，原价是1090，然后活动价是763，活动价是763，很便宜耶，第二件T恤真的超值得买，我们是十二月限定的，11月限定的活动，十二月限定，十一月，十一月限定的活动，十一月那不就快过完了？对啊，对，那你们要把握。一下，然后我觉得这件黑色真的超级瘦，它这一款的那个针织毛，我觉得它又是做这种下面比较宽松的，你有看出来吗？它这个地方都是浪浪的哦，所以你们其实这样子套起来的时候，整个人是看起来超级无窄的，就是你们下半身如果是有点肉，它这个地方都可以修饰的很好。那你们就跟我一样，里面穿一件随便一个短裤都 OK， 这个也是我们家的皮短裤，这很舒服，然后它也不会挤你的大腿肉肉，所以你只要外面罩一件像这样子宽松的毛衣，这样就可以直接出门了。真的是很好看耶，腿看得超级长的，而且我里面是直接加我们的这个，我看到吗？发热的这个 bra top， 我没有把它就是脱掉，然后它这个是可以拆的，你们可以直接穿成平口。那像这个的话，因为它是一边有露肩嘛，那你就可以把一边的肩带拆掉。然后有些 bra top 是上面一定是缝死的，就你就没办法拆了。大部分都是缝死。对，大部分都缝死，那你不能拆的情况下就比较麻烦一点点。那你有时候穿这种毛衣单穿在外面，你又觉得很热，可是你这个造型你又不想穿外套，所以你们里面一定要穿发热衣嘛。那像这个的话，我觉得就非常刚好。你一般的发热衣不能穿，你就是穿我们家这一次的，就是你们可以把它拆成像这样子马甲式的这种设计，这个可以拆掉的，给你们看，它这地方是有一个小扣环，你看拆掉之后它就可以变成像这样子马甲的这种感觉，马甲这种感觉。然后你们另外一边如果比较没有安全感的话，你也可以这样子就继续放着，然后这边就把它拆掉，然后你这个地方就可以这样露出来。所以这一次的新品完全都是帮你们弄好好的，对，就帮你们想到说，哎，你这边如果露肩的话，你里面就可以穿我们的这个，可以拆掉变成马甲发热衣。好，倩倩回来了，我来了，哎，你终于变成甜美风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好可爱哦，这个白色真的是必备，对，名媛的那种白，超好看。然后刚刚，它这个是同款的那种长裤，你们刚刚有看到那个短裤？对，配短裤，怕冷的人可以选长裤。我觉得会，我觉得我都会全包，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想要穿长靴的话，我就会想要搭短裤，然后我今天想要穿可能白色球鞋出门，或是那种短靴的话，就可以穿长裤。如果你比较怕冷的话，但是如果是辣妹的话，你就可以选短裤。然后长裤有这个，长裤有这个，哦，有点。灰蓝色吗？一点点灰蓝色，好好看哦。然后给大家看看它的针织，它不是那种无聊的针织裤子，它是有做细节的，而且非常贴心，一样有口袋。因为我穿了大概10件，有9件，他们那种针织都没有口袋，而且它这样。如果是我们家的，就是大概10件会有9件都有口袋。对，没错，超女生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没有办法没有口袋。而且你今天要拿什么东西，拿一堆东西，然后你手机也没地方放，放口袋，超优秀。来远看给大家看一下，而且它的长度是刚好在脚踝上面，因为我其实长裤有点难买，就是因为它有时候穿起来会变成七分裤，然后这个完全不会，它刚好露出你脚踝最细的地方。然后裤子也是跟短裤一样是抗起球的，抗起球的，我们家的这个。针织都是抗起球的，然后而且这种麻花的那种材质都有时候都很容易刺服，但这个他们家的完全不会。就是兔毛包金纱，超级软，超级微软，就是穿着就不想脱掉。对，我是舒服。但是我要介绍给你们里面的那一件，同一个材质哦。对，同一个材质的，然后里面厉害就是也是这样子，有一个包覆的这个 bra。这种背心的，对，弹性织带这样子，非常有安全感，里面也完全没有穿任何的 bra，
就会有一个胸型，非常优秀，而且它这个穿起来也非常亮。哦，我们两个都是白色，对，应该很多 dress code 是白吧？对，没有聚餐什么 dress code 全部都是白色，白色真的是，平常白色衣服哪有那么多啊？而且它全白，哎，你看我们两个现在完全全白，可是风格差很多，对，有没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？哎，我觉得你这样很好看的哎，这个超可爱的，这个我会全包，短裤跟长裤。而且这个衣服很明显，你们就是要给它包套，对，它都做成这样了还不包套，真的。上衣跟外套是一个 set， 对，这个是一个 set， 这个是一个 set。然后裤子你们就可以自己要选粉红，然后这个绿色你们可以选这个，你们还可以搭这个，如果你们是想要穿短的，这个搭这个，这样子超好看，配这种很可爱，像这种长靴就可以，对，这样子超好看。啊，怕冷的就选长裤，如果你今天想要穿那种踝，就是那种短靴，短靴就会非常好看，也可以。然后这个的话，上衣的话还有绿色。同系列的，还有绿色系列，绿色配白色也是完全可以的，好好看。对，而且这一套现在折快600，2190，然后活动价1533，哎，它是还有整套卖吗？还是还有上身？就是外套加背心哦，然后裤是分开的这样。对对对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外套加背心1500已经很划算了。对，我觉得，而且里面这背心是有 bra 的。对，对来说，我这样我自己可能看，我觉得大概加起来应该要3000多。对，但是今天有，但是白色很高级。对，我觉得这个白色真的超高级，然后这个麻花织纹又很漂亮。对，它是侧边也有哦。对啊，这麻花超立体的。对，每次看到这种麻花都觉得哦，无法抗拒。对，收。对啊，绿色也很可爱吗？对，这个绿色也是我们家很常做的那种，就是超可爱的绿啊。我们在外面也很难找到。这也是我们自己家的颜色。嗯，很好看，超可爱。壁虎绿。壁虎绿。对。然后这个的话，你还可以当成上衣穿。其实这个你把它扣起来也当上衣。对，哎，我是扣到上衣。都可以啦，这个总共都可以三穿的。对，可以三穿的。如果你今天想要露一点点胸部的话，对，一点点啊，没有小东西，这也不会露到。它可以单穿，它可以单穿。如果你今天不想要在里面再穿一件的话，它也可以当单独的一个长袖的毛衣。而且它的这个领口，我觉得它单穿也很漂亮。对，它是一个 V 的那种。对对对。会让你的脖子就露出来，因为这样子长长的比例看起来脸会小一点点。你就穿一个牛仔裤其实就 OK 了。嗯，对啊，蛮适搭的啦，好看。好吗？好，我来换下一套。那我就是换了那个我们刚刚的那个斜肩上衣，就像这个兔宝宝的感觉。兔宝宝的感觉，白色，天哪，超好看哎！啊，我觉得好难选色哦。白色也很美，如果你们那个朋友 dress code 喜欢做白色，赶快把它收起来。而且你知道有些人还会规定说要纯白吗？不能有颜色，超过分的。但是这种的这件的话，我觉得也是少见的纯白色。如果你们是穿奶白色，你觉得自己穿奶白不够干净的话，那你就可以选这个是纯白，这已经是雪地白了，超好看，就很像兔子的那种白色。然后它也有做像这样子的斜肩的设计，就是单一件就很辣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白色，因为看黑色我看不太出来它下面到底长什么样子，对，它其实整件就像这样子，软软松松的，这件材质也很像包型纱，它是吗？这一件是，对，是包型纱，它是包型纱，对不对？包型纱的那个针织，你们真的都可以放心买，超级无敌柔软，它是没有那种毛料感的，非常舒服，很像家里面的毯子，是可以单穿的。对，是可以单穿的。然后它的这个针织，你们看，它是这种很漂亮的细针织，这个一看就不容易起毛球，你知道吗？容易起毛球通常是那种毛很长的。有时候你背包包比较常会这样摩擦，就会比较容易起毛球。但是这种的话，通常都可以穿很久。就是它上面的话是那种很平织的那种感觉的，这种都可以穿很久的，很舒服。而且白色的那个针织毛衣真的不好找。你有时候白色，然后下半身你不觉得都不知道搭什么吗？就什么，我现在不知道搭什么。那你们就可以直接穿像这样子一整件的，然后里面的话可以搭我们的这个针织小短裤。这针织小短裤紫色真的超可爱的哎。对啊，因为你有时候就是白色下面你想要搭一点特别的话，你就可以选这个紫色的针织小短裤。我觉得这紫色真的单穿就很可爱了，它是像这样子的，然后整个都是宽宽松松的，这边也有做口袋，这边也有做口袋，然后你也可以搭我们家的那个 bra top 也很漂亮。这个有两个颜色，有白色跟这个紫色，这紫色是那种比较特别的紫色。然后我们之前的话也有出就是一系列的上衣是有紫色的吧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们对你们也
也可以就是这个上面，然后再搭我们家的 那系列的紫色，你们都可以搭起来。因为我们家的紫色都是有帮特别调过的，就是那种是很甜美的那一种，就是完全不会显白的，然后也不会太夸张，很难搭的那一种。穿这种比较活泼颜色，看起来就很简便。对啊，就是一件就很可爱。其实你上面随便穿，你其实上面只要穿的，其实穿的很素，就是你只要穿一个 bra top， 你就会整身看起来好像有打扮的感觉，因为你的下半身很亮很特别，然后大家就会看到你说，哎，你的那个裤子好可爱的这样子。而且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看过针织裤是做紫色的。就是到现在为止，因为针织裤今年很流行嘛，但大部分都是做咖色跟白色。就是针织裤都可以包色，因为它原价已经890。890啊，对，原价哦，真的原价890。然后我们现在是11月有活动，第二件7折。对，你们今天一定是可以选到两件以上，我觉得蛮划算的。短裤还有什么颜色吗？有紫色跟白色。对，而且那个白色是纯白色，我们之前的针织短裤是比较偏奶油系列的，对，然后这一次的白色是纯白，你看，好可爱，超可爱，你想要就是整个像白白一整套的也 OK 哦。从刚到现在这件已经出现了非常多次，代表它超级好搭，超好搭，对对，然后特别一点就选紫色。哎，这件真的出来了，对，来了，我今天一发看到，真的，朋友就马上说这件超烂，超好看，我也要去换。他们家的毛衣真的是非常不一样，超值得。今天的第一名，我今天的第一名，对，今天的第一名，对，因为我真的超喜欢，对，超喜欢这种茉莉公主的颜色，它真的是茉莉公主，而且它又配金色的这种链饰，超好看，而且是你很喜欢那种。对，孔雀绿，我有很多他们家孔雀绿的泳衣，同款，收同款，而且它今天可以这样子，有点一字领的感觉。然后你今天如果想要拉起来一点点也可以，就你今天想要多高都可以。但是我觉得这样是比较有公主感，这样子有点缺彩，这样子好好看哦。而且你们不要看它是单纯的这件毛衣哦，里面一样，他们家真的超厉害，里面的 bra。它是一个这样子哦，你们看我这样小小露一下，它超级中，超级中，它就是你们就知道它有包多包覆，就完全里面也不用再穿内衣什么的，超好看哎、欸，超喜欢。这款裙也是附我们那个厚的爱心杯垫，爱心杯垫，对，刚刚有拿给大家看，是跟那个发热一样的吗？对，跟发热一样的，双星体波，双星体波。那厚度是不一样的，哎、欸，所以它有分，它也是一样有分小胸跟大胸五款吗？有啊，这也是各面都是负二，太友善了。来给大家看小胸跟大胸的这个垫，然后一样是非常的包覆，有这样子，有吗？好，而且它是一体成型的，所以它不是那种单纯就是两个分开的，然后你可以这样抽掉的，它真的是超级无敌集中，掀起来给大家看。好好看的，里面的这个好像也可以单卖，可以拿出来卖吗？好好看，然后来看一下这个皮裙，哎，今天的皮裙都超好看，而且它一样是里面有附安全裤的，所以完全不用怕，因为它这个是散状的，朋友们，你们就会更容易怕走光，它完全不用，而且它是有点贴合你的身形。皮裙对，上面那个锁链有3种。哦，这个有3种穿法，对，小编要吗？是不是可以拆掉？这可以拆掉吗？对，有哎，它后面有一个钩扣。哦，哎，我给大家看下后面，如果现在是这个方法，这个是这样，而且这链子近看质感超好，对，它是那种淡金色哦，它不是那个土豪的金，它是淡金色，对对，超高品质的那种。然后黑色的那个链子是黑色的，对，好帅啊！拆掉它是像这样。变成一字领，来大家想象一下，那可以把就是链子拆掉，然后变成一字领，对，然后拆掉。换掉另外一次，我们就示范别的穿法。可以，好，可以哦。它就拆掉跟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它可以变成挂在脖子上，超级无敌好看。然后你们再搭一个这种耳环。它就是一套的，里面的 bra 跟衣服是一组的吗？是哦，是哦，是哦，它是一体成型的哦，它是缝在里面的。来，先给大家看，对，有没有？它是这样子，先看到，它是一体成型的。你用它另外穿内衣。对，这件一样有 bra。我没有任何一件毛衣里面有 bra， 他们家真的很厉害。我今天的都有。对，很厉害耶。这倒是，太值得了。真的没有毛衣里面有 bra。
而且第二件还有七折，大家赶快去买。十一月限定活动哦。对，我可以拿下那个。十一月限定活动哦，第二件七折是我们十一月限定活动，下个月下个礼拜好像就十二，下礼拜十二月了吗？还没啊，没，快了，快了，有点不想换掉。上衣有白色的吗？你说哪一件上衣有白色的吗？千千身上的 吗？有白色，哎，我们两个身上都有白色，对，但是我们两个都有白色，白色也是给大家看，锁链，对，等一下示范给大家看，衣架拿下来。是不喜欢这个衣架。对对对，谢谢。这样，它有三个颜色。想问怎么购买？官网直接购买就好。WebShine 的官网。你可以到我们全台门市哦，都有同步放售。对，我们门市也很多。对，你们可以去试穿一下，感觉。这个是白色。白色，然后尼罗荷兰跟黑色。孔雀绿。对。是孔雀绿。哦，孔雀绿，对不起。哎，想又回去那个。对，孔雀绿，孔雀绿。对。茉莉公主的颜色。然后黑色的是配黑链子，然后白色跟那个孔雀绿都是配这种金链子。对，那个有白色。哎，这样就不用再多就是带一个那个项链，它是自备项链的一件上衣。而且那个孔雀绿就是非常不挑肤色，真的不管是白皮肤跟白皮肤会更显白，是。对，然后小麦肌会更亮。想看白色吗？我们等一下都会穿哦，好，颜色都会换给你们看。好，那今天先帮我换。好，我来换。好，然后我换了那个刚刚的那个针织的套装的绿色，哎，其实这个绿色比我想象中的更白，哇！因为我原本觉得这个绿色应该就是可爱吧，可是我刚刚一穿上去，我就觉得天哪，也太白了吧！而且它不是那种就是贵气绿，它是可爱，然后韩系的那一种，对，甜姐姐，对，然后你这个地方就是脖子跟这边胸上，你知道皮肤真的就是在发光的那一种，超级亮，而且我现在下面是穿深色的下身哦，它竟然还是可以这么让你知道 bling bling 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这绿色大家可以购买哎，而且这绿色超级无敌少见的，对，外面买不到，外面买不到，然后你约会也可以穿，它的这个侧边的这个针织也很漂亮，你看它的这个麻花感。很美，然后上面是有点毛毛的这种感觉，我觉得这个绿色真的算是蛮少见，而且我觉得这件的那个 bra 可能是因为它本身的针织有厚度，所以它穿起来有点显胸的效果，哎，其实这件看起来胸型蛮厉害的，因为它，我觉得是因为它是粗针织，它是粗针织，而且它帮你们胸部的这两边做粗针织，所以你这个地方胸部地方看起来蛮圆的，就蛮圆的，然后这个地方变圆之后，你的这个地方胸下对就会往下收，就是一个视觉上的那种效果，然后再加上这一件是粗针织，这件粗针织，所以你如果是胸部这个地方真的比较肉啊，或者是肩膀比较粗的女生的话，穿这件真的很有效果，可以修饰，对，然后这样一整套穿起来超好看，哎，这个约会也 OK 耶，然后我下面的话是搭我们的那个皮裙的这种百褶系列的，我觉得这样一整套很好看，而且上次我看那个吕安穿，我就很想要穿这件，但是你穿到了，就是苦于一直没有，就是我怎么都没有穿到这样，因为我觉得像这个百褶裙真的今年很流行，然后几乎没有做皮革的，对，然后像这种就是百褶裙就很容易显胖，那这一件的话你们不觉得超瘦的吗？就真的蛮以腰，然后这个地方的那个摆度也做得很漂亮，重点是它里面都是有加安全裤的，这安全裤是做那种棉质的哦，它然后它是做这样宽宽松松的，所以它不会挤肉，它不会挤肉，不会让你的那个肉就怎么这样子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，这款收腹的效果很好，对，然后侧面的话也很漂亮，哎，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绿色，哎，这件绿色真的很美，真的很好看，而且真的整个人很亮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亮，哎，这绿色真的 OK， 然后这样子，侧面是像这样子的，而且我觉得这背后也很少，大家可能冲上去问你，哎，对，在哪里买的？你傻？对啊，绿色是像这样子的，然后又可以三穿嘛，你可以当上衣，然后可以这个背心单穿，然后或者是这个上衣直接这样子单穿都 OK， 然后或者一整套。而且你这样穿看起来更白，真的，真的很亮，真的有白，真的有白。因为我刚出来有吓到，然后长度给你们看一下，正常的，穿高腰的就可以，其实也不用扎，它就是弄出来就这样子。看很刚好哎，我觉得他们就是完全设计的，对，完全刚刚好。对，好，那我也要去换了。好，来，刚刚那个茉莉公主的黑色。哦，然后我刚刚发现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就因为如果今天脖子不一样长，它这个是可以，它就有点像是项链式的，来，有没有？这边有个挂钩，然后它是可以调长度的，
我觉得非常的贴心。然后你，然后我们刚刚说，露胸它就可以拉高。对对对，然后对，然后我这样子可以再拉下一点。我现在是用最长的，最长的样子是这样。然后如果你想要就是有点再高点是这样子，有点像削肩的感觉，削肩的那种上衣的感觉。然后我来拆给大家看，就是刚刚大家我们有跟大家介绍，就是可以两穿，而且它这个，哎，对，那你看我们的指甲那么长，它这个那个叫什么 S 勾非常的大，它就是一下子就可以这样打开。因为我平常不太喜欢就是这种勾的项链，它这个做超大，完全超友善。然后一字领是这样子，一字领是这样子，完全也不会说掉下，你们不要想说就是它可能没有那个支撑性，但它这个是有弹性的，有没有？它是有弹性的，它是会包覆起来。欸，其实这个也可以当，因为我们里面是有做松紧带，所以它可以当那个，然后它可以当颈链哎，对，它如果要这样子，你可以分开戴，对，很、欸、好看哎、欸。有没有一个新的穿法？来，这个可以三穿，三对四种，第四种哦，有两种，你就是如果要挂脖的话两种，然后拆开又是一种。然后现在可以变成颈链，哎，我觉得颈链超好看的，颈链很好看哎，对，有一种起来就好，对，有一种纯欲感。如果你今天不要拉的话，然后这边有点小心机，你可以拉下来一点点，然后再给大家看一次，就是它的里面的这个胸垫，里面的胸垫也是这样子，它是一个平口在里面，非常包覆的平口，然后它也是织带，非常有弹性的织带，然后有包覆性，然后它又可以集中托高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刚这个裤子，我前面有穿一个杏色给大家看，哎，卡其色还是杏色？木香棕哦，木香棕。啊，就咖啡色。对，就是咖啡色，是咖啡色。我们有独特的名字。然后大家可以再看一下，我现在穿的是短靴，然后它这边其实还是可以露出一点点这个小腿，对，大概是这个长度。而且它真的是很显瘦，而且就是对，很修身。那这边如果有一点点小裤子，也不用怕。对，高腰。对，高腰。来，我的肚脐大概在这里，然后大概在这边。然后这个算是正常长度，哎，正常偏短一点，但是它不是那种超级短版，所以它这样子看起来比例超级好。它也不用说扎进去什么的，它刚刚好在这个地方，有没有？刚好在这个地方，你也不用特别扎进去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针织裤的弹性多好。超级好，然后它的针织一样都是那种软软的、亲肤的针织，好看。哎，而且它的这个长裤，它不是那种，因为我穿过那种很多，就是软软的针织，它会看起来屁股没有一个那种臀形，没有臀形，对，它这样子，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修饰的裤子，加分加分的裤子，大家背面。这件裤子真的是每个人穿都觉得腿超长，对 ，amazing 哎、欸，腿超长。因为它的材质其实不容易就起球的那种，对，他们的针织都是不容易起球的，有点小喇叭的裤子，对，微微小喇叭的。链子再放线线加回去，再给大家看。哦，链子，好好好。要哪一种？哪一种穿法？第一开始那个吗？哦，第一开始，我觉得第一开始最好看，有种公主感，就是来的加值。白色来的，哇、哦，白色好好看的哎！就是每个颜色都很难抉择。白色很哦，白色很美，因为白色平常就是甜美的代表，然后就鲜鲜的这样子。可是它加了这个链子之后，就瞬间变得有点辣，你知道吗？又很亮，对，又很亮。然后像年末大家都喜欢就是穿稍微有点特别一点的衣服，有点 party 的感觉。对，有点 party 感。然后你这个平常如果又没有在戴饰品的女生的话，她这个一个就可以了，你就不用自己再戴项链。我们刚刚就是多一个穿法，她把它直接穿下来，然后她已经变一字领了、嗯，然后她这个可以变成一个颈链，单独的一个。哦、是啊，你就把上面把它勾起。对对。哎呦 ，OK。完全单独一个颈链，变成一字领，好酷哦！项链，买一个双项链，真的好佛心哦。而且它这一款呢、啊，我刚刚就是在想说，到底能不能穿一字领？结果我刚一穿去之后，发现它这个地方做的很紧，对，它完全不会掉下来。对，它的那个固定的地方做的很好。我觉得可能第一罩杯的人会比较没有安全感，但如果第一下就可以当瓶口穿。嗯哦，很包覆。幸好我没有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变成这样。就是整个穿起来我觉得很 OK， 但是它中间还有一个这样子心机小挖洞。对。对啊，它不是那种无聊的瓶口，就是会黑黑的一片。对。
的，但是他这边做了一个小细节，嗯，有点洞洞的感觉，还蛮可爱的。然后他这件的那个针织一样是做细针织，可是他的磅数也很高，对，他还是做这种的，它不是那种软软的那种，对，他是这样子的。你看你这样拉开，几乎看不到我的皮肤，有没有？通常有些他都做的、哎，对，会透，会透皮肤，而且甚至会看到内衣的颜色，对啊，他们完全不会，而且你还不用穿内衣，这也不用穿内衣，对，然后它里面的话是这样，桃心的。对，哎，对，如果这件没有平，就是你里面要穿什么内衣，也是会一个大困扰。对，就算你穿平头内衣，就会觉得内衣对对对 对，然后后面又看到又一排一个排扣这样子，然后你的肩带也不知道放哪里。然后这件后面它就长这样子，哦，它是很贴心，很好看，它全部都是跟色。我们换一下，我们好，好，你看后面也很漂亮，这样子。如果你穿正常的话，它后面一样会有链条感。就是你的背一样会有一点点修饰的这种效果，哎，我觉得这件真的很美，很好看。对啊，难怪我朋友一上就是你知道，现实动态一发，好好看什么的。他平常很少在回现实动态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就突然就他就说这件好好看这样。对啊，然后就总共三个颜色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绿色、白色跟黑色。那 dress code 如果是白色的人，这件又可以吗？不是，因为这大家真的都不知道要做什么颜色，因为怕红色，男生会，你知道吗？男生会一个头两个大，想说我要穿男生红色的衣服，所以白色跟黑色真的是最多人。可是你弄黑色的话，女生又觉得不喜欢，太暗了嘛。对啊，十二月应该蛮多红色或绿色。对，十二月红色、绿色、绿色的主题穿。对，也 OK， 这件真的很美，而且我现在是搭就是牛仔裤而已。其实我这样子穿搭算是蛮基本、蛮日常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因为上衣很特别，所以你如果跟朋友聚餐的话，你穿这样子，你穿这样子其实出门不会输哎。就你下面只要随便搭一个牛仔裤，任何东西都让你变得厉害。对，然后你也可以搭皮裙、皮裤，或是我们家的针织裤，其实都还蛮好看的，都还蛮好看的。然后它手臂这个地方它是做这样子弹性的接袖，然后很多人都会怕一字领说会不会很容易掉，然后我们这个有链条嘛，然后再加上这个里面的地方做得很紧，所以你也不用怕会掉的这个问题。然后你手举起来也是这样子，也 OK 的，也是没有问题。因为有些它是手举起来之后，然后一字领就飞上去了，就是它就会放到上面，然后你要把它往下拉。对，一直在拉衣服。对对，一直在拉衣服。但这件因为它这个地方是做的比较紧身的，然后帮你们做比较贴、比较包覆感的，所以这件一字领它就不容易移位，我觉得很棒哎。也有可能是说链子可以拆下来就可以洗上衣嘛？哎，对，哎，真的哎，你们当初有想到这件事吗？你知道，只是为了让他朋友，只是觉得好看而已。哎，真的，哎，对对对对，你们想到实际上面的问题，因为这链条如果进洗衣机真的是崩溃，比较容易对洗衣机掉。请问是 bra top 吗？没错，我们今天所有的单品基本上都是 bra top。那可不可以看背面？可以哦，背面给你看，这样看得到吗？可以。这个背面也很好看，它连背面都很美，很多上衣是正面好看。这件开始就那个粉丝人数一直变多，对啊，然后线上观看人数，它连这件都可以拍背纱，你知道吗？它正面纱、背面纱都可以。然后这件的白色的话，也是带有一点点奶油感的，所以它不用怕难搭，它其实所有的衣服它都可以配。哎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帅嘞？对，就是。哎，这个爱好美哦，橘橘的。好，我换另外一个颜色。这个橘色，我昨天也穿这个橘色，我超喜欢这种亮橘色，但是不会小妹肌不会穿起来看起来很暗，会看起来更亮一些，然后皮肤白的话会看起来更显白。这样大有那种 Y2K 的感觉。对，这个好好看哦，我喜欢这个皮裤，真的是你要真的好帅哦。等下带回家，好好看，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件。是那种非常有弹性，它有点像莱卡嘛，是吗？它是莱卡材质嘛，它超级无敌弹呢、欸。然后它是那种也是亲肤的，然后它是看起来它是厚棒的弹性面料，厚棒的哦，它真的超级无敌弹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也穿去那个练舞之类的，练舞很适合穿这种材质的衣服。对，然后你们看一下这边有小镂空，它不是一件就是无聊的 bra top。长袖，它这边有镂空，一个小细节，帅到不行。哦，配刚刚的那个短皮裙也会很好看。如果你今天想要那种可爱一点的话，可以配短皮裙。然后我现在穿这个，又刚好配短靴、黑靴，
整个很帅，然后如果你再配个主题外套，帅到无法无天。然后我觉得很厉害是这个，让我很惊艳是这一件皮长裤，这个哎，我没有任何一件皮裤有做这种交叉这种绑带的设计耶。然后这边给大家看下排扣，它是两个同色，对，而且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弹性的皮质，它是比较柔软的，对，柔软的皮质，因为有一些皮裤会穿起来很硬，然后会看起来很贴，但它是有一个挺度在的，有一个挺度。然后大家看到背面，有没有背面？如果你想要拍背面的话，它这个交叉的地方也是一个小细节。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穿法，它是也是可以，如果你今天不想要交叉的话，可能吃太饱不想要交叉，有没有？我们把它绑来前面，它也是一个，哎，其实也可以把它绑在左边，哎，左边也不错。对，然后绑中间给大家看，中间的样子是这样子。你也可以把它绑在这边，也是一种有点小腰带的感觉。哎，这样绑蛮可爱的。然后它这个也是一个，对，它这个也是高腰裤，它不是那种一般，就是它只是很显腿长。它其实有点微微喇叭，有点微微，但是它没有到非常大，偏直筒。对，直筒。因为它有做那个车线，看起来就是因为有这边不会做那种哦，对，内的车线，对，很厉害。是，你们看到这个大腿这边。我们大腿这边有一个细节，它现在有点往内收的感觉，然后这样子延伸下去，看起来腿更长。也一样有口袋哦。如果你今天想要配一个那种金色的皮带，也会很好看。你今天这个，其实你也可以不加。如果你今天想要那种，就是单穿的话，单穿这个，其实配一个金色会看起来也很显，就是怎么讲，更欧美。我真的觉得这样穿超级好看。然后如果任何，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穿那种短版的上衣嘛，这个就是一个厉害的小细节，穿出去就赢了，哎，很有气势。对啊，这才好看呢。给大家看，这裤子感觉就是写着你的名字。对啊，怎么办？好喜欢，好 YSL 的感觉。行，放下来。然后这件裤子一样都有全款第二件七折，黑色来的，对，黑色。哦，这个也是有第二件七折，可以一起凑。黑色来的，哎，如果全黑这样配一套也会很好看。对，很帅。想要比较运动一点的休闲感，可以像佳琪这样。这个镂空很美，小细节。对啊，因为平常如果穿这样子短版的，好像黑色。而且它里面一样有 bra。哦，对，这个一样有 bra。对，超级厉害。而且这件的 bra 也是红色，穿黑色也不会压胸。嗯，因为有些穿黑色你就整个好像扁扁的那种感觉，但这件不会，超挺。它侧面真的是胸型很饱满，对，非常饱满，下到不行，厉害厉害，不行，下到不行，突然好像变很大的感觉。这件也适合去运动哦，对，因为它的材质好像我刚一穿很有弹性，对，很像那个之前做泳衣的那种莱卡，对对对对对，对，有弹性的运动感。没看过皮长裤这么设计感，真的哦，这件很厉害啊，超推的。对啊，然后后面还有做那种交叉，还可以自己绑。对，而且它的车线，注意它的车线，超辣。That's the point， 这里，再指一次，很挺。我来换下一套给大家看。好，那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黑色的。黑色的话，你们下面请说随便穿啊，你要搭。裤子，或者是穿我们那个 Y2K 的那个棉裤，对，工装的那个棉裤都是可以的，因为它的这个长度我觉得是收的刚刚好，而且它这边有镂空之后呢，其实会比就是一般短款全部盖起来的话，好像比例更好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看我这样盖起来之后，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变短短嘞，对啊，所以你这个有点点镂空之后，你其实比例会看起来更漂亮。然后它这一件的话呢，保暖度也蛮够的。虽然它不是发热材质，可是它的料子我觉得还蛮厚的，就是它还蛮扎实的，所以如果你们是怕冷的人的话，然后你又喜欢这个造型的话，其实这件也可以购买。当然我们也有全黑的，就是这个长度的发热衣。对，你如果要选发热衣的话，它就没有这个镂空了。但这款的话我可以跟你们说，就是它的厚度也很够，所以如果是现在天气的话，你应该是不用加发热衣，没有关系，可以单穿。对，可以单穿，然后再冷一点，如果有寒流来的话，你外面再加厚一点的外套，应该也 OK。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棉料，它是有点偏莱卡布的，就它的厚度是够的。你看，你这样看，
然后莱卡布还有一个特性，就是我觉得它比较不容易过风，就是跟一般的棉跟针织比起来的话，我觉得比较不会过风。有粉丝问倩倩皮裤的尺寸是 M 号哦，他刚刚说的是 N 号哦，配这件修身麻花针织束口裤很好看。对，但我发现我的裤子是不是这是新品吗？对哦，刚刚那个白色的另外一个颜色，嗯，另外一个颜色淡墨灰。对，我们这次有很多这种就是针织下身的单品，那我身上的这件的话是淡墨灰，然后这件也很可爱，因为很少针织裤有做长裤，我自己觉得吧，好像很少看到。对对，很少看到。然后这件的话，它是做长裤的，然后它的腰口的话，还帮你们做一个很长的带子。今年还蛮流行这种版型的，就是前面要很长的带子，然后你可以穿毛毛拖，或者是你也可以穿一般的布鞋，这样就可以直接出门，也很 Q。这件是做缩口的，对，它是缩口的，它是缩口，只是因为我下面有一个靴子，所以你们可能看不太出来它是缩口的，但它其实是做的有点像是运动裤的那种感觉。所以如果你穿那种窄的那种皮靴的话，它这个地方是可以竖起来的，它是那种束把塞进去，对，它是松紧的那一种，它是松紧的那一种。然后这件的话就两个颜色，碳墨灰跟白色，米白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地方都是这样子，弹性也很大，而且这件很暖哦，它超级微厚，它是那种很扎实的针织裤，它不是薄薄的那一种，它不是薄薄的那一种，一件就很饱满。所以我现在穿起来，虽然这件不是发热，我觉得我这样一整套其实还蛮暖的，就是保暖度是很够的。这件越看越好看哎、欸啊，有一种下面就是帮你们又修饰腰的感觉，因为它也不会露太多，它是一块一块的，就是一点一点点的区域型的这种感觉。然后这件的话，上身的话就是橘色跟黑色嘛，对对，两个尺寸，上身的两个颜色，做性很高，它可以搭得很休闲，可以搭得很帅。对，就看你们怎么搭啦，休闲然后帅帅风都 OK， 辣妹也可以。嗯，哎，你突然又变成 party 感，好可爱。哎，这种毛毛我很少看见。换另外一件，好，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上衣。这个超级无敌可爱，而且它是那种有点像羽毛，它不是那种毛茸茸，它是像羽毛的材质。我觉得我现在好像长翅膀，我觉得我现在长翅膀，很贵气，一个小奢华感。对，小奢华感。然后，哎，我觉得它其实配刚刚的那个针织好像也会很可爱，有一种毛茸茸的感觉。白色的小毛针管。对，而且它这很厉害，是它这边有一个怎么讲，一个收袖，它是这样子帮你就是包覆起来，它不是那种就是让你放在这边而已，非常有安全感。然后刚刚配刚这个针织长裤，厉害针织长裤出来了，所以这一件真的非常好搭，这一件百搭，我觉得一个礼拜大概穿五天吧。真的，我就是这种，我刚刚想说三，然后说五天，哎、欸，我就是可能，哎、欸，这洗衣机丢下去，然后他可能洗完，我还会继续拿起来穿。而且我觉得洗衣服很多人结婚，这个很适合穿去婚礼。哦，对，婚礼这个可以，这个非常可以。哎、欸，它这个只有这个颜色吗？它有两个颜色，两个颜色。等一下加机会，好好好。而且它是短版，它不是，因为如果是那种毛毛的这种上衣的话，如果太长的话，我觉得它其实会有一点点的怎么讲，胖的，对，有点臃肿的感觉。它是做一个短版，羽毛的，然后就刚好配这个高腰裤。然后如果其实有一点点微微塞进去也可以，但它我觉得它的长度做得很刚好，就刚好你们家的那个上衣跟裤子都做得很刚好，就是这样一起搭。对，这件是有一点点那个灰蓝色，灰蓝色，纯雾蓝。纯雾蓝，哎，真的有点雾霾蓝，很好看。哎，这很指甲也很流行，要做这个颜色，你们可以做那种，而且这个颜色非常的秋冬，好可爱啊！再给大家看是这个针织有多，因为下摆都有松紧。哦，对，它这个跟袖子一样，对不对？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它这边是有一个弹性，对，松紧的，它会有一点点松进去。对，哦，对，哦，原来是这个贴心的设计。它这样子看起来是有点宽松，对不对？但它其实里面帮你包起来，有没有？它这样子，我掀起来给大家看。它这边其实有一个，我这样拉给大家看，有没有？它是有一个包覆性的，对对对，它有个松，哎，其实偷偷的讲，它这个其实看起来胸部也是蛮饱满的感觉，因为它有那个泡泡的。对对对，它有一种往外就是加分的感觉，好可爱。另外一个颜色来了，哦，温柔。感觉我换了一个跟你完全不一样的，对，完全不一样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样的也是姐妹穿搭哎、欸。对，佳琪那种更适合去婚礼的。对对，婚礼穿搭好温柔、哦，因为刚好粉色又是比较甜一点。
超仙的，啊、超仙。然后大家这个皮裙是新的吗？还是前面有？刚也刚出没多久，刚出去年的旧款，今年的新色，新色，新色。太好看的东西才会再再版出新色，超版对，好看的版型就是要包色。还有这个颜色，嗯，这个颜色比较特别。对，而且它不是那种全白，它是那种米白色，很高级。而且它是皮的哦，对，它是小羊皮的，小羊皮的，然后摸起来很软哎，手感很舒服，而且它很挺，对，它不是那种很容易皱的那种皮质。而且我觉得冬天穿皮的真的感觉不一样，对，嗯，有那种质感往上提升的感觉，没错，不同的感觉，对啊，直接示范两种不一样的穿搭，对，像这种羽毛上衣的话，其实我觉得真的还蛮适合穿那种华丽感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他搭一件牛仔裤就很好看。我拿那个，你也可以帮我拿那个牛仔裤吗？我刚才穿的那个切洞的那一个。它其实年末还蛮多派对的。对，这个派对穿也很适合。派对穿很适合，就是跟朋友聚餐什么都还蛮适合。而且这种羽毛上衣啊，真的还蛮难找的。通常很多种羽毛上衣，它的颜色都是白色，就是颜色比较无聊一点。但是白跟黑啊。对，就白跟黑很无聊。但是它这一款，你看它帮我们出这种。很有气色的这种粉色，它是淡淡的，然后摸起来很软，摸起来很软，然后它又是做短袖，它做短袖就会让你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胖，对，因为有些羽毛上衣大家不太敢穿，觉得好像太臃肿，但这件它不会，然后它的这个领口也做的比较低，所以你其实可以再搭配自己的那个饰品什么的，它这样露出来，其实脖子这个地方都是好看的，都是好看的，然后长度其实也还蛮刚好的哦，就是我现在根本就没有扎。完全没有扎，然后再配一个长裙就可以出门，这完全标准婚礼穿搭哎、欸！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看起来有打扮，但是不会太 over 的那种，对，不会喧宾夺主的，对，不会喧宾夺主。然后它这个毛毛真的很柔软呢、欸，我觉得你们要买回去才发现它真的很像一根一根的羽毛，你知道吗？一根一根的羽毛，尾牙穿这件吗？尾牙可以耶，你今年尾牙应该很早吧？十二月嘛，那快啦、啊，下个月就要尾牙了。而且你知道尾牙大家都是争奇斗艳，有吗？应该有吧。而且它不是，我觉得尾牙是一个很微妙的场合，就是你好像有点要需要有点打扮，你知道？可是你又觉得突然一下子太夸张，你又觉得同事觉得我很奇怪，想说我干嘛一下子打扮这么华丽？因为我身边朋友找尾牙衣服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喜欢有一点特别，但是又不要太 over， 就是很像巨星在唱，感觉他们又不要。那像这种的话，我觉得就刚刚好，蛮适合的。对，蛮适合的。因为后面有做扣子，后面有做扣子比较好穿脱。对，也可以好穿脱。那如果你是想要甜一点的话，其实你下面就是搭那个什么短裙，其实也很好看，其实也很好看。搭牛仔，很特别的一件羽毛上衣。对，搭刚那个白色的小短裤，然后配个靴子也。小羽毛哎、欸，其实这个韩国的牛仔，鲜鲜的。因为其实之前韩国很流行这样穿，就是这种羽毛上衣，他们都是因为 Only 他们都喜欢搭很夸张的上衣，然后配一个超级休闲下身，然后它下面就会再搭球鞋，就是你要这样穿其实 OK。对，上面其实比较就是华丽一点，然后下面是简约，然后就配才有一种名媛的感觉。对对对对，你就日常这样穿其实很好看，然后还有那个。哎，比如说你们可以这样也很好看，哎，然后配一个靴子也很可爱。对，对长靴也可以，短靴也可以，都可以哦。然后上衣比你们想象中的好搭，嗯。好，我要再去换。好来，这件我刚穿起来也是惊艳到不行，这也算是小战服了吧？对，很厉害。它就是挂那边，你就觉得哎，就是会有点想说，哎，这个会好看吗？但穿起来很显瘦。你们看一下这个腰，它这有点做这样子，有点往内收的感觉，看起来腰只有这一块，其实你的腰是这样子，但它只有感觉只有这一块，而且刚好如果你今天有腹肌的话，哎，我没有，我有一点点线条，如果你今天有的话，你会穿起来更厉害哦。而且我觉得这件没有什么腰的人穿起来都会变得对，会直接伸出腰给你，这个是 对，很厉害，伸腰神器，你们没有腰，微微帅可以伸给你。然后对，而且它超级有点软的、欸，它是蜜桃绒的面料。蜜桃绒，来近看给大家看，近拍给大家看，它是这种，然后非常有弹性，而且它非常轻肤，它是那种你会一直想要就是这样子摸自己的这种软软的感觉，小柔软。然后来小细节，我们今天这个小心机一定也要露出这个小肩膀，右肩挖空，对，挖空。还有哪里挖空？手旁边这里也有，这边，而且它是有一点点那种小开叉的，有做一些设计。对，
哎、欸，它是这样子，三个凸印的，非常好看。这样子，两边都有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背面是这样子。哦，背面来，有请。而且它这个是有一点点合身，那它贴身，它会让你的臀型看起来非常的帅。对。对那前面很显瘦，然后里面又有什么胸垫？胸垫，哎、欸，这种洋装真的是我看到有胸垫会觉得不可思议，就这种东西，就是你可能就真的里面要可能只能穿 new bra 或者只能穿平口，他们家的衣服完全不用，你烦恼里面内衣要穿什么？好优秀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一体成型的，它也完全也是在里面，然后同色系，然后一样是那种。织带，他们家都是这种织带，非常的包覆，然后会让你的胸型看起来很挺。如果你今天可能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集中的胸，你想要就是有点提高的感觉，他们也可以做到。他侧边还有抓皱哦，这边有抓皱，这边，哎，我刚刚远看看不到，对，这边有没有看到？还有小抓皱，然后它有点这样子，有点不规则的这样上去，斜上去，然后抓着带点颜色。抓皱的胸型就会看起来更好，但加体重也很明显，豆大，这是哪种颜色？超好看，这颜色很厉害，藕粉色吗？对，豆沙粉，豆沙粉，但有点粉，但是不是很欧粉的那一种，对，好欧美啊，气色又很好，哎、欸，但是它虽然是浅色，它很有气势，哎，有约会感哎、欸，对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像。跟男友去过圣诞节，然后我觉得这个要包色，要包色，我觉得我们的羊毛完全不同感觉，因为这个比较女，可是你知道这个很帅，然后这个很辣，对，约会是这种小女人的感觉，对，但是这个是气质，这是气质哦，对，而且它又配这个袖子，对，又更气质，又仙又帅又霸气，等这一件都可以做到，而且它一件就很暖，这件连我们小编衣服穿起来都非常的好看。哦，大家看一下它的长度到这边，然后这边哦后面还有做一个小小的开叉，哎，看我这边，这边有一点点小小的开叉，侧边，对，后面，对，就是你吃饭上楼梯什么都不会卡到，365度都有，不是很多饭店都有楼梯啊，哎，360度，刚刚说360度，360度，这么多度是哪里？对，而且你看它这个弹性也很好，它这个弹性超级好。因为我觉得这件真的可以买，包色，这个可以包色。它也是有分尺寸，它好保暖哦。哦，胸垫尺寸也有小胸跟大胸，一样就是 S M 是厚垫，然后 XL 是旁垫。而且你的那个胸型，真的是超级无敌强，里面都是这样一体成型的。也是我们双星的胸垫哦，双星胸垫，来再给大家看一次，非常厉害。然后非常，它有一个这种，有点像是那种帮你上提的一个小手。很像那个爱心的，对，这样子，哎、欸，好可爱，好像那个。其实羊毛看起来就要2000块啊，但现在我们只卖15950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这个价钱就是要包色。你真的去那个什么路上那个实体店那买，对，超贵，对。然后你还要自己贴 new bra， 然后材质可能也不好，对。来，再给大家看一次，它里面有附。我觉得它这个地方做的蛮精辟的，对，因为它这地方有点小抓皱的这种感觉，所以你胸型这边就很挺，露出一点点小肋骨。就看起来更有点骨感的感觉。它这个肚子不会大哦，因为它是在上面。对。因为女生通常是这边啦，对对对，这边比较有肉。这边其实这一块是最瘦的。这边是最瘦，就是胸下这一节是腰最瘦的地方。而且你这样远远看起来，你也会觉得你的腰感觉是下一半。你会觉得你的腰在这，但其实哎，不好意思，腰在这。对。水蛇腰。这件真的心机，心机洋装 ，party 必备，好不好？年末可以买。原价是1590，那现在还有活动价，所以是现省400多，6折4，打完折113，113，对，现省400多，这件打完折1000出头哎、欸，1100，我不敢相信，我也不敢相信，我要包色，好看的版型就是要包色，我要包色，给你们看这边，好，最后一套喽，而且它挖的就是很不规则，就是哎这边挖一下，这边又挖一下。然后后面也很漂亮，我现在里面是穿无痕内裤，贴心提醒这件大家记得穿无痕的内裤在里面，因为它这件的话是属于那种比较贴身型的这种洋装，可是你只要穿无痕其实看不太出来，因为它外面是有做那个磨毛的，给你们近看它的料子，这样子有看到吗？我觉得它这件很像那个梅子的那个颜色，
就是那个梅片的，日本的那种梅片的颜色，那颜色很好看，超好看的。我觉得那颜色是要穿起来才知道它好看，就摆在那里就好像觉得还好。对，摆在那边好像就好像有点要亮不亮，要暗不暗这样。可是穿起来就发现很显肤色，有这种干燥玫瑰的感觉。对对对，有点干燥玫瑰感，但又不会太深。我觉得这个初春穿都还 OK， 真的，穿这颜色变很白的，对，就气质很好。如果啦，如果你怕说你穿黑色，你一下子挖太多，然后又搭黑色，你怕你会很艳的话，那你可以就是先从粉红色试试看。对，因为这件是豆沙色，虽然我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白的，可是其实我是暖色调的皮肤，就如果我穿错颜色，我也会看起来就是变杂，因为我是黄调的嘛。那你穿这件，其实我穿这件，我觉得我整个人好像变得比较冷，比较冷色一点点，就皮肤看起来更白。有人说豆沙粉很好看，对啊，这件真的是还蛮厉害的。这件应该是冬天衣柜比较少出现的颜色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这种 one piece 的洋装啊，你们就是买可以大胆的买特殊色，因为你不用怕说你今天不知道怎么搭嘛，它就是一件就可以直接出门了。那你外套的话，这个颜色也不会难搭。其实你各种就是奶茶色大衣啊、黑色啊、白色啊，其实都可以。甚至如果在凉一点点，你要穿一个那个什么牛仔外套，超休闲也可以哦。这个搭牛仔很好看，你下面也可以搭球鞋，也 OK。虽然说这个搭球鞋好像是有点浪费，对，对啊。那你就如果跟朋友出去的话，你也不想太夸张的话，你搭球鞋也可以啦，因为有些女生是舒适的面料，对对对对，它很舒适。那你其实搭棒球帽，然后再配球鞋也 OK。对，因为有些比较欧美的女生，她们喜欢穿这种很紧的洋装，然后下面穿的很休闲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都可以哦，然后它的剪裁的部分都很漂亮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胸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公主线这样顺下来的，然后这个抓皱是固定好，然后里面有带 bra， 这个 bra 都是做那个同色的，就是跟色，所以露出来也没关系，露出来没关系。好，哎，贵气小姐姐来了，另外一个今天的第二名，又有点像第，又有点要变成第一名的感觉，而且我跟你说，我刚这样子，我觉得这个它是背心哦，我觉得它。很像那种小披肩哎、欸，它可以变成小披肩哎、欸，因为它是一个毛绒的感觉。我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它跟刚刚那个外套是同款的，对不对？它是背心款，背心款的那种，然后一样是这种翻领立领的感觉，然后它这个一样也是可以拉起来，然后拉到上面这样子，变成这样子有点哦，你可以也可以这样子穿，如果你今天搭什么皮裤啊，或是长裤牛仔裤，比较帅一点，对，比较帅一点也可以搭这样。它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颜色是这个刚刚穿的。温柔小姐姐的颜色哦，超级可爱。它旁边，哎、欸，这个颜色看起来比较明显，有没有？它这个毛茸茸这样子做一整圈，然后一样有这个，然后它一样是整件，对，它也是有内建这个围巾的功能，内建围巾的功能，所以你不用再多带一件围巾。还有口袋，对，口袋，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一样有口袋啊，跟刚刚那个外套一样，然后是拉链的，所以你今天如果可能。没有那么冷，但是又觉得好像晚上如果突然变凉，然后就是可以搭加一件这种毛，就是毛毛的这种背心，然后这件上衣，这个压轴款这样整套搭实在太好看，超级好看，我来单穿给你们看，这个完全要带整套，它也是上下拆卖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要带整套，这种花呢一定是今年冬天，对，很厉害，我觉得超特别的，有一点那种，等一下，小香，对，小香风，超高级，而且厉害什么？我觉得只有礼服会这样做、欸，哎，就是这种高定的，对，这个高定的感觉，只有这种毛就毛呢的东西很少会做这种口袋，而且还是裙子，它就是这样子，有点像礼服的感觉、欸，这个也很适合 party 耶、欸，好好看哦、啊，黑白的，然后它这个好像还有米色，对不对？还有两个颜色，两个颜色，白色，而且这样搭在一起还有一个收腰的感觉，它这个是短版，然后它这个也是。做高腰的裙，然后它后面是拉链设计。那这裙子做的是非常有分量感的，分量感对，它是有挺度的哦。因为我是有买过那种毛呢，它看起来，我想说，哎，怎么那么便宜？然后结果穿回去它是那种烂烂，看起来挺的对，没有质感。它这个是因为它里面做了很多的啊，车线，所以它来来来哦，而且它双面都是这样子，来，非常的精致。哎，这个好好看哦。超级好看，而且它的长度我超喜欢，它也是，你看我现在穿短靴，刚好是这样子。这件价格超不合理，下身也是119。这套看起来
只要1000多哎，这个1000都卖不到4000，对，一定是4000起跳。然后我们上身的原价也高10000，超好看，哎，另外一个超贵气，这两色男女觉得这很高级耶。我们在看秀吗？真的，我们这就是一个神量的压轴，这是转台了吧？这个好好看啊，完全已经另外一个频道的感觉，真的。还有为了穿 bra top 真的，就是新鲜在休闲的那种，突然变成看秀模式，而且这样看起来超显白，对，顶亮。然后是另外颜色，然后一样是配那个毛毛外套，你们可以就是各配那个色。对，这个我刚刚一开始大家可以看回放，我们有那个黑色的外套，对对对，然后那个再穿是背心款的。是我本来原本选白色，看倩倩穿的黑色，我又被黑色烧到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很难得这么好看，我觉得这个要黄色，其他价钱不是很合理，超级优惠，对，太便宜了啦，而且这里有带 bra。对，真的100次。对，我真的觉得这个有点扯。对啊，马甲型的。对，马甲我真的就很耐看，真的很像那个欧洲公主那种感觉。对，哎，这很适合穿去法国。对啊，是巴黎街头的感觉。如果你要戴一个那个贝雷帽，或者是绅士帽之类的，对，都很好看。大圆顶帽超高级。对，然后这个的话，旁边都是有帮你做那个松紧。对，虽然算是顶口一次，但是不用怕漏掉。感觉在一周内就会卖光。这个超美的。很美，而且它的毛呢？不会太厚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毛呢真的是超厚，然后你怎么看起来胖胖的？但这件不会哦，而且但它是有挺度的，它虽然不厚，但它是有一个主，它是有分量感，对，有分量感，对，有分量感，它竟然有口袋，我觉得差不多。对啊，我感觉就是这样，对，这太适合有口袋，帅，天哪，很好看呢，这婚礼其实也可以，对。哦，好高级哦！我觉得可以，它这一套很像洋装，但又可以分开搭。对，如果你这个配那个牛仔裤，任何的啊，皮裤也可以，皮裤会变超帅，变拉起来。对，因为它刚好这个有一个，它是这种马甲的，很好看，单穿超美，就有那种加分的感觉。真的配牛仔裤就很好看，超美。然后中间它又是做拉链，所以它虽然就是公主感，可是它又带一点个性，对，因为中间有拉链，贵气，好好看哦。选色障碍，真的繁华胶条，你说里面吗？我们这个没有繁华胶条，这个没有，可是它很紧了耶，就是它有很多那个弹性松紧。对，里面那个它都是做这边有松紧的，我要怎么给你们看？对啊，这边摆，你看到吗？就是我们的啊，有，对，我们的 bra top 都是做一整圈的，这种马甲上衣里面基本上完全不会做这种 bra top， 只有 wave 衫会做。对，通常都要人家自己贴 new bra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其实防滑胶条没有用。我也觉得，它有时候就悬空在那边。对，就是，哎，防滑胶条根本没有粘在我皮肤上，完全超包覆，反而不舒服啊。对，不舒服，流汗的时候就会很黏。一个多余。对啊，而且它里面已经有一个 bra top， 那个才是最有效，它在里面帮你保护起来了。因为你是要胸，你知道你那个肉卡住，你这个就不会掉。对对对。对，你要用那个胸部的肉把它卡住。没错。对。而且如果你今天哦，这个拉链，如果你想要的就再拉一个 V 的感觉，啊、这样子拉下来，哎，好过分哦！对，就变成一个 V 型的，对，这样拉，对，这样拉，你们可以自己玩，这样子哦，挺好看，对，超美，很美，两个颜色你们自己选。然后它下面的话是这种就有点偏长裙的，伞状的，对，伞状的，就它一整套其实它不会太 overlap，而且也不会就跟你们家里面的想象短裤撞衫，对。因为你们家里面很难得哎，它是做这样长的，对，因为那种像你短裤真的很多，但是很多很少，几乎没有。对对，它是做伞，好美。你刚刚嘉姐有说尾牙穿搭，这也是来件。哦，对，尾牙穿这样也 OK， 尝试看看吧，超美。对啊，然后现在11月活动有第二件7折，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，因为11月已经快过完，然后我们这次活动又很多。然后刚刚那个编也有跟你们说，就是冬天都是压量款，就是可能你们太晚预购的话，可能就没有货，因为今年过年的很早，工厂很早休息。腰有松紧吗？有吗？有吗？他没有，可是他就很合哎，不知道怎么�。他没有松紧，对，他没有松紧，因为他这是毛呢的，毛呢基本上是不会有弹性的。对对，你们照尺寸拿，不会的。你们要就是看好腰的部分就好，因为臀它散状，所以没关系。看你们的腰来选择，因为它这件是要走个比较贵气路线，它如果后面有那个松紧，就因为我们就是走一个高定的感觉，对啊，对，高定的感觉就是要非常的合身。你觉得这后面松紧好看吗？对，不好看啊。对，它这个是有种定制的感觉，高级定制款。对，
微帅的高级定制款。好啦，第二件七折哦，再给你们讲一次。第二件七折到十一月结束吗？到十一月就是十一月的活动哎，十二月开始就是别的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差不多了哦。好，我们要抽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？哦，有抽奖，有抽奖，对，要移驾到 IG 那个微帅的 IG。好，你们可以来微帅的新品哦。我刚介绍的里面，今天的新品会抽，随机出吗？随机出货，抽几位？抽一位，抽一位。谁是今晚的新人呢？要回答问题吗？对不对？对对，你们可以来那个 Wave Shine 的主账号，对，官方账号 Wave， 然后底线 Shine， 十秒钟 Wave Shine， 对，底线跟。我们是要问问题吗？对，要问问题。好，问问题，然后答对，然后我们抽一位。小编先画好了吗？好，画好了。画好了，我们有分隔线的。好，问题有些难，些许难。好。好。好，请问这个是用什么发热的科技？哦、三个字。加蛮多次了。我觉得这个是。我好像知道。先不先画喽？真的不难。真的不难。三个字哦。我会，我想抢答。对，我也好想抽哦。它是一个叉叉叉发热科技，有人答对了，什么科技？有没有底线？来，小亮亮，出来什么？红外线发热，有那个 U 体，非常认真的同学 ，U 底线 D I N G 底，有人猜那个火山岩，啊，讲出火山岩蛮厉害的，也是有在认真看，也是有认真看，很多人讲那个火山岩，人家是红外线的，好。好啦，下播会，你们赶快去下班哦！有抽出来了，抽出来是要前面没看到的人可以看回放，我们会上传。好，对，好，谢谢小编，小编明天上班会回复你的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，好 ，FB 私讯哦，对 ，FB 的私讯，不要 IG 哦 ，FB 哦 ，IG 有点炸掉了，炸掉了 ，FB 太早弄了。好，谢谢佳琪跟林倩，拜拜。高丽来跟大家说再见，拜拜。完了，封面还没拍。对啊，封面。我在这边拍一下。可是你要帮我们拍呀、啊。那我们要穿这一套吗？对，好啊，穿这套可以。好，搞定。在哪个角落？这边。要在这吗？有裸靴。